南宫，你怎么不睡觉？想陪陪你嘛。正好，我今天给游戏增加了一个新功能，不如我来考考你。我们是哪一天认识的？你的自行车是什么颜色的？芊芊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什么意思啊，就是我和阿栋开发一个新功能。通过情侣双方之间互相问关于回忆的问题来增进感情，怎么？难道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答不上来吗？怎么会？关于你的一切，我永远都记得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18年9月17号下午5点13分，那天正好刮12级台风，自行车是你喜欢的浅蓝色。怎么样？现在相信我了吧？你给我传代码，示意前给我留了个礼物，是什么？礼物？是项链还是手环？项链。啊，不对，手环。你留给我的不是项链，不是手环，是一封信。你不是南宫，芊芊，你在说什么？真的南宫不会不知道那封信对我有多重要，他永远都不会忘了这件事的。